Hello， 下午好。刚才我跟一位朋友一起哦，现在我跟另外一位朋友一起。来，这位美女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是梅伦丁。梅伦丁。我们现在西部的一间咖啡店，我们再坐下来喝茶哈。梅伦丁今天有拿了Shiruto，然后呢，我就问了梅伦丁哦，其实梅伦丁不吃了几盒Shiruto了，几箱Shiruto了哈。六箱完、对，Melody 已经吃了六箱的Shiruto，一箱里面有九盒，对，一箱里面有九盒，九六五十四 ，Melody 大概有吃了54盒的Shiruto，从正月到现在吃了我们的Shiruto哈，就是这个我们Shiruto一箱里面有这个九盒哈，其实是买八送一的啦。然后呢，梅登丁刚才就有分享，我刚才问梅登丁，哇，你吃了许多豆，你感觉怎么样呢？梅登丁，你可以分享一下吗？自从我喝了许多豆从正月到现在，我没有伤风过，偶尔有时候喉咙觉得很干我就拿一包开的倒进喉咙，喝了一下子就觉得很舒服了。对哈、哇，很好的见证哦。是哦，其实我们的许多多它就是帮忙我们加强我们的免疫力哈。然后你长期吃的话呢，就是等于加强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哦。对。所以梅登丁他梅登丁就跟我分享，他许多多吃了，他觉得他比较不容易伤风。我很认同，因为我本身也是这样。不然我毕竟我每一个月都会伤风一两次，然后吃了药。可能好了，然后，不时不时又来了。对。然后我很常做运动我运动时候流汗嘛。然后吹到风一下子就觉得屁股开始有屁那样了。现在有吃了许多，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呢，其实这个许多真的不很好。对。Melody， 对那些朋友还没吃许多的，你有什么鼓励的话给他们吗？我觉得喝水都多很好了，增加我们免疫力吃了没有生病好过去看医生啊，然后看医生看医生 OK 了，看医生就是要用钱要花那些钱看病买药吃可是最终是生病时候自己不舒服，自己还要辛苦。然后你刚才讲你也是有给那孙子外孙吃是吗？对。为什么你会给你外孙吃呢？特别因为这段疫情期间嘛，给他们喝了，希望他们免疫力比较好，不会生病这样因为你自己本身吃了这么好所以就觉得小孩子一定需要到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我们今天下午简单的分享到这里，所以下次 live 再见，拜拜。